对糖分食物有所包覆，所以它对血糖上升的程度也会比较慢一点点。营养咨询门诊中，侯玉珍营养师指导慢性病患者如何吃得健康。2007年进入台北慈济医院，侯玉珍在临床工作中希望能够借由营养的辅助，让病人早日恢复健康。于是求知欲浓厚的他开始投入研究领域。临床本来做到一个极限，那我们会想要自我突破，因为每次在教病人就是这一些，那有时候看到病人有一些问题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回答，就想说，哎，那是不是可以从研究上面可以达到一些结果。在医院的12年，侯玉珍发表了国内外近20篇论文。最近6年的博士课程，侯玉珍对糖尿病前期患者进行研究，临床实务与研究结合，让他更有动力去帮病人。你对病人的用心度会增加非常非常多，因为你会非常的希望你的 outcome 非常好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也是相对的是一个好处。袜子要脱吗？不用脱，不用脱，就头睡这个地方哈，啊，脚伸到这边。协助病人检查，这是放射师例行的日常，但在张胜昌眼中，几分钟的检查过程却可以很不一样。放射师张胜昌今年荣获新北市医疗公益奖医事服务贡献项目，每天从相同的动作中找到传达关怀的秘方。老人家穿绑鞋，他行动不方便，他就坐在旁边嘛，那我就帮他鞋子穿上，然后帮他绑鞋带，他眼眶就红的在哭。我想说，阿妈你是在靠什么对吧？他就跟我讲说，他把小孩子养这么大，囡仔是这大，唔把该钱给我啊。简单的小动作却暖了病人的心。张胜昌工作30年，绩效不断破纪录，当选过医院优良员工，对外也常得奖。但他经常鼓励年轻同仁追求工作效率时，更重要的是同理病患。放慢脚步，你把检查做完，然后话慢慢讲，你要把它当作每个病人都是第一次来跟他讲话。不管是营养师还是放射师，他们都是医院内默默付出的重要团队，共同守护每个病人的健康与生命。